非常到时间。之前讲咗什么是鬼，咁系主要系讲 demons 一班流罗嘅。咁但系嗰个阿头咧，即系撒旦咧，就想今集里边去分享。咁同埋，既然神系全知嘅时候，做乜要做天使咧？佢知道做咗天使之后咧，就有三分之一系堕落嘅堕落天使啊嘛。咁一样啦，点解要做人咧？佢明知道人系堕落噶嘛。咁所以咧，为何要做天使？为何要做人咧？都系今集一次我讲。但因为涉猎嘅题目太多，所以我引嘅经文啊，诸如此类咧，会好快嘅。咁你想睇嘅时候，你可以 pause 咗佢咧，就睇一睇嗰个画面啦。fact check 都要你自己嘅责任嚟嘅。咁其實 YouTube 咧好多時候都有唔同嘅 YouTubers 啦，佢哋有佢哋嘅分享睇法啦，其實冇所謂，一個自由空間嚟嘅，一個自由嘅平台。但係吹水還吹水，我哋最後點樣先知道嗰個嘅答案呢？其實冇人知嘅，唯有即係死後嘅時候咧，死嗰一刻你就知啦。咁但係我哋依家照直講先啦，講真，就算你講到影評嘅裏邊咧，有時都可以拗撐死啦。套戲好唔好睇，好睇嘅地方喺邊度，唔好睇嘅地方喺邊度，即係講套戲都拗撐死，何況你係講死後嘅世界咧？何况你是讲紧灵界的事物呢，甚至是以千年计的千古谜团呢。其实坊间呢以前的教常谈的就是以诺书的，即是我们叫这些做次经、即是比一正统的经典呢是次一等的，甚至伪经是错的假的。那次经呢可能就好过伪经，它未必是假的，但是认受性就低一点。咁坊間有時最大嗰個問題就係咧，佢假設咗咧科爾布林啊同埋以諾書咧係真實嘅100%無誤嘅，所以咧就會補足咗聖經裏面一啲缺陷啦，或者漏講嘅嘢。咁呢個好聽啲啦，唔好聽啲嘅咧，以諾書、科爾布林書係真嘅。咁點解聖經唔講啊？就係一個陰謀論啦。咁啊，聖經係特登刪改咗唔俾你知道嘅，或係被人刪改，或係上帝有啲嘢唔想你知道等等啦。咁但係個邏輯個問題就係你覺得係真嘅。咁又係覺得聖經咧就係被刪改也好，或者聖經有缺漏都好啦。咁但係你唔可以有第三個可能性，你冇講到嘛。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本身聖經有佢自己嘅書寫目的噶嘛，佢特登唔記載嗰啲嘅篇章或者故事係有佢原因嘅，即係令個主題更加出啊嘛。你咩都講嘅時候咧，嗰個反而係 side track 嘅，即係可能天使嘅名字啊、天使嘅階級啊呢啲唔需要知嘅。就算我當係真都好，咁呢個第三個可能性咧係需要大家思考嘅。咁仲有第四方面就係呢，如果係假嘅呢，聖經做咩要記呀？假㗎嘛。咁所以我哋就有時 bear in mind， 有時調返轉都係嘅，有人話咁你又一早假設咗聖經係真嘅。咁所以我咪最後咪話囉，你自己 fact check 係你責任囉，死嘅時候我哋就知道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啦，冇計嘅。有時傾嘅裏面好得意㗎，即係好似食唔食豆苗咁呢，其實講乜都冇用㗎，你覺得要食就食㗎啦，你覺得唔好食就唔好食㗎啦。大家都有佢嘅原因噶嘛，咁到时你睇下最后个结果系乜嘢嘅时候，咁咪真相揭晓咯。咁你食唔食豆苗尚且系咁样样，有嚟睇戏影评都拗到面红耳热，所以依家呢方面咧，即系听嘅就听，有意嘅就应当听。唔想听嘅咁冇所谓嘅，自由啊嘛。咁头先讲咗咧，即系 YouTuber 好快又假设咗系真实。咁然後就算係真實都好，咁你第三個可能性就係聖經係可以選擇唔記低落嚟噶嘛，因為嗰啲係 side track 咗。聖經講咗，如果真係將耶穌所行嘅神蹟咧完全記落嚟嘅時候咧，即係天下書都容不下啦。咁即係換句話說，嗰四福音咧其實刪減咗好多嘢嘅。耶穌好多個説話冇記落喺四福音度嘅。咁有啲説話，譬如施比受更為有福咧，去到使徒行傳嘅時候先記低落嚟，但係其實耶穌講過嘅。個 point 就係咧，佢將最重要嘅嘢記低佢。喂大佬，空间有限，你嗰啲嘅羊皮卷有限，你唔可以想讲嘅嘢咩都记低佢㗎嘛。即係就算我而家 YouTube 咁样好想讲好多嘢都好啊。咁但如果一过咗20分钟嘅时候其实冇人睇㗎啦。咁你点都係有啲嘢要删减嘅。所以嗰个第三个可能性好紧要嘅。就算係真佢都唔需要讲嘅啫。佢有佢自己嘅目的，最重要嘅目的。甚至可能嗰啲係假嘅时候咁更加唔需要讲啦。咁好啦，嗰啲真真假假最紧要嘅一样嘢呢，好少人提嘅就係嗰個抄本嘅問題啊，有啲人咧就會去推論嘅，譬如話，喂，你聖經寫咗幾耐啊？嗱，單講新約啊，新約都成2000年啦，你舊約上超過3000年添，咁你點知道當初作者嘅原意經過2000年係冇被改動過啊？我哋單討論新約嚟講，咁呢個好合乎邏輯嘅係質疑嚟嘅，咁唯有啊就係追溯翻咧嗰啲抄本啊。咁如果你睇返抄本嚟讲呢，即係以前点样将第一手作者第一版嘅嘢一路传递落去呢，就不断抄不断抄囉，未有印刷术㗎嘛。
咁唯獨聖經咧就有咁多嘅抄本。咁當然你話因為好多人推崇聖經，所以咪抄咁多咯。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質疑咧，聖經作者可唔可以將佢所講嘅信息毫無錯誤咁樣傳遞落去咧？唯有就係對比抄本啦。可能一千年前的抄本对比一千年后的抄本，咦，原来没什么分别的时候，不是这个抄本可信咯。我们从此推敲这个都应该跟第一版作者原意是一样的。如果你质疑的时候，坦白说你要质疑天下间所有的经典。新约来讲，就是主后成书的时候，49至95年之间，这个很重要，这个 point 非常之重要，因为是第一代耶稣同时代的人仍然在生。即是说如果有人废噏的时候，好难废噏到，好难废写到，因为同耶稣再生嗰班人咧仲喺度，无论信耶稣唔信耶稣都好，所以第一代嘅人咧出嘅书系非常之重要，但系往往就系以诺书啊，甚至哥尔布林咧，全部唔系主后100年内写成嘅，所以又睇埋嗰个抄本数量咧，起码而家揾到系有25,000。咁头先讲咗啦，如果你真系质疑圣经嗰个嘅可信性的话呢，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信不到的，你要质疑所有经典，譬如说荷马的史诗它是主前800年的，但是找到的抄本呢，其实那个年份呢是主前400年，就是说呢其实第一版的荷马所写的史诗跟它之后找到的抄本其实已经相距了400年了，大佬400年了，明朝现在的距离，其实你可以有很多改动，那你为什么信这个是荷马所写的史诗呢？这个第一样，还有它那个抄写的数据呢，现在找到就是1757而已。好了，你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主前的384至322年，但是找到他的抄本呢是去到主后850年，相差成1200年，那你怎么知道那些抄本是亚里士多德的？大佬，但是现在圣经来讲，新约呢是100年内的事，是同代的人仍然在生的时候，那些书信经卷就出产了。咁所以圣经嗰个可信性咧，你睇到个地位一样，你自己去称，你自己去 fact check， 我讲就讲咗噶啦。如果你真系质疑圣经，其实乜嘢都要质疑晒嘅，其实咩都信唔到嘅。咁但系有啲人就咁样何尽咩都唔信咯。咁但系你又要等一等，你好难用咧依家嗰个嘅向度咧，去完全推翻晒以前嗰个嘅记载嘅。因为如果你用依家嘅准则嘅时候，譬如话以前未有纸笔嘅时候，靠口传文化，即系靠诗歌。史诗去传递知识、传递智慧，你不可以完全否定嗰啲嘢噶嘛？因为嗰时冇纸笔啊嘛，所以我哋点都有时谦虚落嚟，自己称一称。不过都系嗰句，最后都系死嘅时候你就知道答案啦。咁我带住信心死，我相信圣经好嘅，因为我知道我个主耶稣基督系复活，诸如此类。你睇翻自己嘅影片。咁当然有啲人话：，嘿，你有信心死就得噶啦咩？嗰啲你话真主伟大嗰啲，就系咩就咁即系 boom。咁啊，为真主殉道嘅话咧，就会有70位处女送俾你咁样，咁呢个系回教，都系嗰句，你点知系真定假啫？咁你死咗先知咯。咁嗰啲人一定系带住信心死嘅，但系信啲咩系咪真实咧？咁我哋就要去倾啦。咁喺个斋 talk 嘅啫。咁啊，如果你仲系未转线嘅时候咧，咁啊有缘啦，去听一听。咁讲解上帝点解要做魔鬼，点解做人嘅时候咧，我都要讲少少自己个背景。咁啊，自己睇圣经都超过20次嘅。咁當然水過鴨背啦，咁我都係波多神學院個基督教碩士畢業嘅，咁但係都係可以吹水噶嘛。即係只要你唔相信唯一嘅救主係主耶穌基督，亦都唔係唯獨係用信心就得咗一個救恩咧。如果你要靠功德嘅話咧，又或者聖經唔係唯一嘅經典嘅時候咧，咁啊落地獄噶啦。咁無論你係咪基督教又好，乜都好，乜教都好，呢個係我嘅信念嚟嘅，係聖經嗰個嘅教導。邊個離開咗呢個信念咧？就落地獄噶啦，咁包括我自己嘅。如果我唔繼續信嘅時候，對逆喺度，咁依家有原因嘅，即係喺依家怪力亂神之下啦。無論 YouTube 啊，或者時不時有啲鬼片啊走翻出嚟嘅時候咧，我係真係需要搞清楚魔鬼係乜嘢，更加需要就認識神啦。嚇，咁樣好重要嘅。你選擇就選擇神啦，就唔係選擇魔鬼嗰邊啦。諸如此類啦。嗱，首先鬼係咩咧？以諾書同埋係科爾布林嗰度嘅。咁有啲去得最更加盡嘅，就佢話佢係補足咗創世嗰個時候咧伊甸園嘅故事啊，有啲又話補足翻咧，即係耶穌出嚟傳道，即係30歲傳道。咁佢之前路加福音記載到12歲啫嘛，咁即係剩翻個18年嘅時候搞咗去邊啊？咁有好多哇，由我細個開始聽翻嚟，都係講到耶穌去咗印度啊，有咩物啊，即係天馬行空、天花亂墜都得噶。但係我頭先講咗有啲嘢，我哋都唔需要知道。有些細節我不需要知道，我只是知道會發生、要發生的事就足夠了。聖經記下就告訴我們會發生的一定會來。
要知道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们就是去即是听埋那些呢、令我们耳朵发痒啊，听出耳油的东西呢，其实很可惜的、刚才我就说呢，有很多网上的东西呢， 我反而觉得是真的，但是道理的不是道理去最后的真的结局嘛。我举个例，之前有人说有第二个夏娃，这个第二个夏娃其实里面有很多妒忌啊、道行啊、诸如此类啦、啊、搞出个大头发啦、啊、等等啦、啊。但是喂，圣经是讲一个夏娃啫。咁我觉得意外就第一次听嘅时候呢，咦，呢、这个妒忌，呢、这个忌恨，咪就係撒旦对人类嘅囉。但就唔係呢个第二夏娃喎，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呀？即係佢係总係有啲嘢啦，啲真实嘅元素，但佢 sidetrack 咗嚟㗎。係呀、啊、即係真正妒恨人类係撒旦。但佢今次呢，佢就透过嗰啲嘅刺经呀、啊、危经呀、啊、就讲，咦，呢、这个嘅唔好听过第二个夏娃嚟听下啦。即係总係有啲嘢呢你未听过就会话好选物好过瘾。咁但係冇办法啦，末世嘅时候呢都係咁样。你係纯粹係要官能嘅刺激呀、啊、定係要事实先。讲真係官能刺激呢好快就会闷㗎啦。唯有事实呢先係可以存于永恒。同埋，依家真系講到咧，同聖經嘅嘢完全調轉嘅時候，反而我又更加 alert 喎。係啊，即係譬如話，即係你要靠自己嘅功德啊，你要打坐啊，提升自己維度啊，依一切就係正正同聖經唱反調。咁嘅時候，咦、哎，咪應驗咗即係末世嘅時候係咁樣咯，係敵基督嘅靈啊，敵基督係同聖經同基督係唱反調。你要靠你自己功德，你要靠你好行為去揾你嘅上帝。咁就偏係唔承认呢上帝其实嚟揾你，话俾你听你唔需要咁辛苦，你只要係承认自己嘅不足接受佢就得啦。啲人话咁笋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咁当然当中呢你都有你嘅艰难嘅，你要你嘅坚持，你要信到底，信到最后嘅，得唔得呢？有时候又发现呢，同一个说法同一个嘅论证论据呢可以系指向唔同嘅结果得嘅。即系譬如有即系大洪水咁样，系陨石撞击地球引发嘅大洪水，同埋冰河时期都好啊。啲人究竟系真系相信圣经所讲呢，定系你系选择相信去外星文明呢？咁呢个你真系要自己慎思明辨，自己 fact check 啦。如果你欢迎上分享，请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多谢各位，拜拜。